那些渔民们满要去太平岛偷采椰子吃呢，还是想去抓龙虾？他们这就表达一个爱国心，还有的希望可以继续在那一带抓鱼嘛？你告诉我，爱国是有罪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而已嘛。所以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，连爱国都是不可以的，是不是这样子吗？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有多深？